就望特上角嚟嘅，中間永和咯，裏邊上咧就見到係嗰只馬咧失咗啲車里程嚟噶，後邊嗰啲馬追到豐收嘅，同埋雨威都追勁唔到嘅，兜到嚟最後二百米啊！哇！呢匹冷門馬咧，榮華唯有殺入去首線，如果再騎之星開邊衝越嚟望特上角，過冬天上去，榮華唯有贏馬跑到嚟，咁咧就係望特上角第三名拉線嗰步咧，幾路站過埋嘅嗰只馬咧就係騎之星。